现在时间快九点了，我们在吃我们的早餐，一样到 7， 然后自己泡咖啡。10:03，那我们今天现在才要出发。好，这是他们卖早餐的地方，卖早餐的，56块。停车的对面刚好就是坚罗百利宫啊，这是一家贵妇百货。10:25，我们去坚罗百利宫贵妇百货先看一下，一样会有安检门，我们就不逛。我们去西洋 center， 我们从西洋百利宫，我们走中间这边。过去喜羊羊 center， 又走到 BTS 站啊，这边就是喜羊 square， 已经很快的逛了三家的百货公司了。好，我们到箭头屋门好了，好像说这个是蛮有名的。箭头屋门到了，这边是女生的。这边只有这个包啊，今天的装扮。3楼这边还有一个天井，这边是4楼，哇，这边包包就很多了，包这边包包就很多了。这一个，来看一下这个，你背起来。来这边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大陆人，都是讲中文会通的。我们现在去 MBK Center， 你看这也是箭头屋门那么大的一个包包。11:43，哇，这一道墙非常缤纷。我们等一下买 KK Day 的那个集合地点是在 MBK Center， 我们走天桥过去，坐嘟嘟车，还有鸽子。就是看的有点像我们上次去澳门威尼斯人那边的走道。这个 NBK 里面有一家 Super Rich， 我再记录一下它的汇率，好了，1.105，比前天的烂一点点。现在去找东东东 T， 好像集合地点就在那边。哦，这边就是东东东 T。哦，这边 BTS 可以到啊。然后那边出来是这里。刚好有一个 BTS 站，应该是在这边的。是的，对。文宇晃。OK 哈，7号。OK 哈。我讲中文好吗？好，讲中文 OK。好，感谢感谢。好 ，M E 的第七组哈，就是我们了，好吗 ？OK。来逛东东东区。之前在高雄还被管制，好多的那个导游。来，大家一位来到这，等一下比赛带你们上车。现在时间刚好12:26。这一台车目前有2个导游。我们的行程啊，今天去那个火车站啊，它叫麦克隆站啊，麦克隆火车站啊，从这里到火车站一般2个小时。路过啊，路过这个湄南河，湄南哈是湄南哈的意思哈，但是呢真正的名字叫赵普亚河，夜游湄南河有大船的哈，姓黑黑屁哈，姓什么什么屁哈，就是这样哈。那如果比较尊重的话呢，叫屁屁屁哈。要称呼美女的话呢哈，叫水晶晶啊。男士的话呢，怎么称呼呢？怎么叫老妈妈啊？水晶晶，老妈妈哈，说的哈 ，love 奶 ，love 奶啊，对哈。我刚刚看这边，觉得好像都是盐田。
外面的海水啊排进来的啊，然后呢就做哈、啊、做成这个盐哈、啊、叫盐田。时间1:50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，上个厕所。啊，这边就是一家加油站，还有车站。2:10，我们要去坐火车。那呀。哦、还蛮酷的，这是一个小火车站。来，我按我开门的。2:37，我们要下火车了。跳落嚟得啦。阿咪。阿咪的 MV 的啦，里面坐。好，里面坐。我们这边有两个，一个是芒果冰，这个是椰子冰。椰子冰淇淋加甜糯米，哇，非常甜啊！我们这一间是龙阿飞熊铁道美食。好，那我们去逛一下。多人抢着照火车头，啊，火车头的照片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过去那边，啊，走过去看一下。要禁止吸烟，注意随身，还有火车。好，那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所以刚刚是看到这一些，还有这些站牌，他们都会收哈。还有一个100，这个坐着玩。啊，一个班的两个。冰箱贴啊，看一下冰箱贴。3100。对。这都闻到咸鱼的味道。哦，
好，这一个它要推到哪里去啊？它好推吗？一些海鲜类的。我们找一条小路逛出去看一下，就不用跟人家在那边挤了，就可以直接走外面的小路。看到这边有一个洗手间，原来这边的洗手间要钱。我们来体验5块钱的厕所，还蛮干净的。这个用语还蛮奇怪，3:25，应该车子已经好像3:30哈，所以等一下这边会有把那个棚子打开棚子。好，现在大家找位置。这边开始在拆了。这边已经拆散了。速度很快，火车才刚出去还没有营业，然后这边就已经开始，好，都已经打开来了。我觉得我们来的时候，那个观众比较热情。火车已经走了，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国王跟皇后的这种相片。火车走了之后，一些商店就开始在做收摊的动作了。小火车。好，那这边是去上厕所的地方，一个10块。哦，原来到路尾这边就是一条河。那今天这边好像有活动，这边就是海了，就是美工 station， 美工铁路市场的最后。哦，那是一条河，左手边出去的就是出海口，是芒果糯米饭。现在4:08，我们要去坐游览车到下一站。这边好像有一间庙，对，这边有灯笼，城隍古庙。城隍古庙，一行人。这边刚刚有人说红绿灯是 L 状，但是好像没作用，所以也是走了，他刚刚直接走那边过来。这边是在铁道的另一边哈。4:16，我们要离开美工铁道。男生是萨瓦迪卡，女生要拉长一点，萨瓦迪卡。这个休息站的配置跟刚刚好像，啊，但是这边还有肯德基，还有阿玛隆的咖啡跟 Seven。这边很少看到有人抽烟，啊，那这边抽烟看起来是要罚款的，抽烟罚5000啊。好，看到这边有 EV station， 啊，有，其他是加油站。4:41，我们就下车了。老爷子，10块、15块、20块。你看你那个滚。那个坐船，它船是这样子的船啊，啊，6:25。回来好吗？这边就是很热闹的小吃街，往前走是比较热闹的啊。好，这边已经到桥了。嗯，这边叫做安帕瓦水上市场，最热闹的地方。安帕瓦。我们现在去找米粉汤。
这里是坐船的地方，那这边啊米粉汤是不是啊，一进来啊就先来吃米粉汤。刚刚导游讲到米粉汤，猪肉丸子鱼板啊，另外有鱼板，还有好几颗丸子。这个应该是中药店改制的米粉汤的菜，叫龟屌男。好心好心，这是米粉汤吗？啊，这边的船要出海了。进来这边就是烤鸡。对啊，也不错啊。好吃海鲜，这边是好吃炖牛肉面。好，这边好像已经到底了。这样摩托车也可以骑这一条。现在我们换桥下来直走的，直线的我们已经逛到底了。买一个椰子糖吧，来椰子糖吧。我们买了一顶渔夫帽，看一下，还是要铺吗？还是爱是卖哦？怕吗？还是啥？宾馆还？阿公卡。当然了。Thank you。好的，我们到左边去。左边这边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感觉上比较少东西的。好，这边就是真正的水上市场。好，在上面点，然后它烧烤是在船上面来烧烤。这边有萤火虫在这边卖票。该萤火虫订车票现在630。多少？一个人啊？一个人在这后面站着来。我们今天这样的票是大概1200。因为我们有两个导游，那阿明 P 的那一款先上船，那我们 Amy 的在后面。6:31，我们下来码头等船。我们的船已经在后面，已经到了哈。过来一点啊！他们就坐两位，那我们就坐两位好了。前面坐两位。出发了。那我看一下整艘船的状况。这边是还蛮热闹的，船还蛮多的。我们现在是一直往上，这一条叫做美工河，这是美工铁道的美工河。这一间不知道是什么哈，餐厅吗？饭店啊，我是说他到船到这边突然放慢，所以刚刚是要换进来这一条里面。你给给他改就不会那个，啊，这边好多布袋的。刚刚好像说有下雨，所以可能会看不到萤火虫。现在船顺游一下，坐船看萤火虫也是很难得的体验，就是这一刻最多了。11:08，好，到这间房子这个地方，我们又换航回去了。船长用红灯，闪烁红灯，据说可以吸引他们下来。看一下这边能不能拍得到。前面
面这边有一艘船啊，现在有打灯，两台交汇。好，已经从这个支流交汇入美工河了。时间7:38，啊，大家都上岸了。这个佛寺正在诵经。逛完的话呢，哈，我们就去安帕瓦，哈，安帕瓦这边哈来逛哈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看萤火虫，啊，就是今天的行程。又是另外一家不一样的休息站，但是一样都会有 Seven 跟 Amaron 的咖啡。就是啊，我们呢选择到啊 KKD 啊，行程呢就是很顺利啊。时间9:35回到 MBK Center。拜拜，谢谢谢谢谢谢。9:48回到那我们去做 BTS。用 Line Pay 既然可以耶，64块过期，然后都不行吧？有什么帮忙吗？哎，没有，我们那个头舔投不进去啊。哦，舔不进去是吗？对，在那边买也可以，我跟他们讲。好好。JK2N3，买呀，他换不换你？跟 Amy 一起做。好，就到 CEN 啦，所以这一站是到 National Stadium。这个跟昨天的路线很像，我们要在晚上。你们去吗？没一样的啊。他们去娜娜的。现在已经10:19了，搬到这边的都已经在收了。我们去看一下昨天的烧烤还有没有。昨天的烧烤还有。饮料都没了，我们来买一个泡面回去当宵夜吃。10:38回到我们的饭店，那我们的饭店还不错哈，这边都有在看守。今天是比较多人在游泳。